者肖雨涵台北报道。马志祥3月1日迎接40岁生日，他与圈外女友交往三年，近日因常晒出侄女照，被问是否想生小孩，他不会赢，一直都喜欢小孩，到了这个年纪就开始会想象自己下一代会长时模模样。而人际关系事务所剧组日前为他庆生，演员们想尽方法想给他惊喜，同剧演员郭书瑶、曹佑宁、王百杰、孙可芳等人绞尽脑汁如何整寿星马志祥，有人提出假吵架、狂恩记等，都被王百杰打枪。他笑说，他都几岁的人了，还会在这里给你们骗吗？最后大伙决定来场戏中戏，让已经收工的杨亮、王百杰惊喜现身，果然成功骗到老江湖马志祥。郭书瑶、曹佑宁、孙可芳等人祝福马志祥能有更多作品，王百杰则希望他可以成熟一点，不要再幼稚，并肉麻地说生日快乐。我美丽的花仙子意外曝光马志祥私下超号，马志祥中度过40岁生日，剧组演员齐聚庆生， OTT 娱乐提供马志祥中度过40岁生日，剧组演员齐聚庆生， OTT 娱乐提供。